上山阿顶山，板道无青菜，唱歌点琴板道煮食实在真厉害。啊，做人亲像咧煮食，拢爱脚步行，食好肥肥，结好腿腿，快乐撞破腮。我拿着一支好卡拉，流浪走天涯，希望会当拄着对手比我搁较来。我生活切菜抹菜多，各项做甲着，酸甜苦涩对阮来讲非常的注重。啊，我是上山阿顶山，板道无青菜，唱歌点琴板道煮食实在真厉害。啊，做人亲像咧煮食，拢爱脚步行，食好肥肥，结好腿腿，快乐总无使。那要请人客拢嘛是山顶甲海面，你敢知影啥物才是天下第一品？你免听别人伫咧讲，大家拢出嘴，故乡的味妈妈会知，啥人较伊甜。明忠啊，明宏，恁都落来坐，较紧的啊！爸，有什么代志？无什么代志啊，我是想讲，要教恁撞破这最后的绝招。这件床头，您试看卖啊？爸，这控汤就上基本的，我早就会晓啊。上基本的，所以上重要。即卖人哪有遮功夫啦？拢嘛加粉放落，啊味都嘛同款。所以咧，食起敢嘛拢同款。有足侪代志，表面甲看起是同款，实际上是完全无同。恁拢知影，汤若想要清，想要甜，都一定爱用控的。该切的都爱切，该剁的剁剁，该用慢火豆豆啊控的都爱豆豆啊控，该砍条的都爱砍条。该撸过就爱撸过，无甲一项功夫会用省的，嘛无法度甲跳过、转过。我当阵啊，你就是爱等，等一个人生，等一个过渡。控汤就是爱控，三点钟才当控好的汤，绝对袂因为你心内着急，三分钟就好啊，就参像你即摆情形同款。也毋过伫咧等的这个时阵。咱就应该做真侪代志啊，比如讲，蚵做，蚵仔先吹好软，等凉了后再来水做。当粿条嘛，赶快切甲足油足油的，唔好搁加糖啦哦，因为这当粿条本身就是甜的啊。搁加一点啊米粉、番薯粉，加点胡椒，制作完啊，搁裹一个太白粉，再落鼎落去煎。因为伊是正港的手炉菜，做高工的爱用足侪时间甲体力，所以就愈来愈少人咧做啊。我嘛真久无做啊，应该讲是即摆应该剩无几个人咧做啊。
这行菜叫咩失传啦？我想要问你，咱板道是给人客吃咱的啥？咱板道一定拢是好料，才是好菜。要不过你看这芋做材料拢无贵，是安怎一出菜就上桌？免偌久的时间，都给人客抢了了，这到底是安怎嘞？是咱的功夫甲诚意，都参像汤，你是用空的，也是掺鸡粉。其实人客哦，一吃就知影。古早人咧讲，真金唔惊火炼。你若有甲准备起，有好的本事，都唔惊无人找恁办桌啊。你若甲学起，人客想要食这味的时阵，都一定会来找咱阿丁西。我咧讲。你有了解无？所以这中破西最后一关爱学的，就是等，等时机，等出菜。恁敢知影？之前我是安怎要叫恁妈去开面摊？不知道。迄就是为着，伫个咱无办桌的时阵，继续练咱的手艺，话咱的技术，去了解即摆的人客。喜欢的是什么款的口味，所以恁两兄弟啊，一定爱会记的，这中破西最后的一关，就是等，磨，等时机，磨技术，也毋过毋是磨家己的志气。好啊，即摆换恁试做看卖啊。是毋是磨技术，毋是咧磨志气。我相信讲哦，用心去做，就袂有啥物代志是白做的。什么代志啊？哥，爸哦，伊真正讲了无唔对。咱即马伫咧等的时间哦，赶快来磨刀、磨技术，安尼人客来啊，咱才有得出手啊。你搁会记得较早，你定甲我讲你想要做代志无？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啥？就是你甲我讲什么，不什么格的啊？哦，布洛格啦。啊嘿啦。我是捌想过吼，要将阿丁西吼当作一个品牌来经营啦。你讲，你当初我讲，你想要申请执照，还是什么登记、什么会？商业登记啦，啊，你来想，想想要讲这啦。啊，进前我拢讲无时间去做，按过即马哪有时间啊？就像酒吧讲的，趁咱即马伫咧等的时间，甲咱想要做的、会当做的代志，准备好摕起来放，不管以后用得着还是用袂着，咱唔才袂后悔，对无？对啊。咱什么办法拢去试看卖，总袂用咧直接空等呐。对啊。其实吼，我捌想过吼，咱会使来做制服，互人知影讲咱有制度化，啊，嘛会当办一挂试食的活动啊，啊，顺便来去甲阿丁西娃娃的商标甲注册起来。你甲想看卖啦，咱人的一生吼，甲食拢无多脱离关系对无？只要甲食有关系，咱就应来去做啊，就无需要讲别个依煞传统迄种八大庆一爽的迄种传统观念内面嘛。你看像咱马爷、谢师宴呐，吼，一挂学校、公司、机关，咱拢会当主动去拒接啊。哥，这就是即卖人伫讲的外汇啊。对，这就是板道伫这个时代新的意义。对，咱安尼做啊。好，研究开发的代志交我。嗯，就亲像爸讲的，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就看咱用什么角度起来面对。哥。我咪趁即届带爸甲妈出去耍的时阵，我会好好想看卖，看要用啥方法会当让阿丁西对着时代。妈，林总啊，来，哎，阿囡仔拢带来啊，哦，来
来来来，啊来，乖乖乖，来阿公阿妈家坐。妈妈抱好嘞。哦，去洗衣啊，去洗衣啊。阿公，我来去洗。哎，边个边个，阿公边个。啦，阿公阿妈坐在家，恁家己去洗，家己去洗吼。我看你去啦，遐阁有聚集线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无咱去看嘛，咱去佚佗啦，来来来，看细枝哦，来细枝细枝，哎，枝枝细哦，来来看嘛，看细枝哦，枝枝细，来细枝细枝。阿公看没有？我带来看嘛啦。好好好。好，你要落去啊，来，看细枝来，哎哎哎哎哎，来哦哦哦哦，就搞就搞就搞。你看这囡仔，像咱细汉的时阵，看爸的手撕过去。对啊，那时阵哦，我感觉足奇怪的，啊明明是咱甲爸的手牵的，安尼死过去，啊即摆煞变作是爸咧带咱看这个世界。我想吼，我像爸定咧甲咱讲的啦，真侪代志吼，唔是干那用目睭看，佫较用心去看。唔知咱以后敢不敢像爸安尼，负担的囡仔较侪。以后的代志真歹讲啦。咱即马吼，只要甲家己准备好好势，等机会一到，认真拼事业，嘛拼一下，互咱这家庭会通过更好的生活。只要咱一家伙仔斗阵，无啥物不能做的啦。对啦，只要咱一家伙仔斗阵哦，无啥物代志袂用做的啦。呀，咱来看卖。第一件有几只？有几只？哦，来啊来啊！有几只？欢喜就好啦，欢喜就好啦。爸，咱泡茶啦，袂互恁兄弟仔醉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歹势啊，嘿，歹势。请问这个是办桌的阿定三人厝？哦，系啦。啊，请问什么代志？我听讲你有去登记商业行号，有咧批正式发票啊？啊，那还有什么代志？是只做伙，总算我找一间啊。歹势，所以你找阮到底有什么代志？办桌啊。这碗面子，好，啊，来阮单位啦。今年哦，突然间哦，咁要食饭桌啦，讲咧食起哦，较有人情味啦。大家哦，比较嘛，较有联络感情啦。是啊。啊，不过阮公家单位哦，报社哦，拢有发票，啊，无法度。哦。阮连找几落间啊，拢找无，好在有拄到恁。啊，所以。唔知恁个人帮阮办春酒。办春酒哦。嘿。啊，恁要办几桌？规个部门算算啊，差不多嘛要三十桌，无可能哦，四五十桌嘛无一定。哦。到时阵哦，人数统计出来哦，看偌济再甲你讲。哦。是讲个发票。有有有，阮有去登记商业行号，啊嘛统一编号，啊唔免用统一发票。啊，你若需要正式的收据吼，阮嘛会当开予你。啊，无就交阮啦，昨日甲你办到好势好势。哎，写作好诶，咱到时阵哦，就麻烦你啦。好好好，多谢多谢。多谢，感谢哦！哇，这是我啦，办春酒啦！啊，做人亲像咧煮食，拢爱照顾行，食好肥肥，健好肥肥，快乐做无菜。我拿着一支好卡，哎，你小姐啊！喂，阿玲仔你好。嘿嘿嘿，五十桌，你真敢五十桌呀？好好，没问题啦，没问题啦，我来讲，没麻烦，没麻烦。酸甜苦涩对阮来讲非常的注重。好，准备好菜。啊，我是上山阿丁西，饭桌无青菜。喂，阿丁西啊，哦，要叫买鸡哦，啊，过半年嘞，阿爸不离吼，啊，哦，啊，什么时阵？哦，好好好好，啊，什么时阵？哦，二十度哦。爸来，林姐，啊，林，啊。哦，这几礼拜吼，中昼暗时拢两摊啦，无闲一个叫要变过。还是讲阿爸讲的无唔对啦，这机会吼是留有准备的人的啦，啊，较早拢准备起来等。
家在我有家庭冲破赛最后一转交，就是爱等，等时机，等机会。对对对对，阿爸来啊，敬咱阿丁师对时代的进步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你是安怎啦？感冒？无啦，薰食伤重啦，大公爱戒薰啊，我嘛知爱戒，啊，我戒袂掉。什么都戒袂掉啦？人命中都会当无食薰，我一直是安怎讲的，唔是你做会到做袂到，是你有迄个心要去做无？会啦会啦会啦，是我家己无决心啦。三英啊！三英啊！哎，家出去了啦！哦好。啊，家。恁较少咧啊，无等下哦，可能烧酒醉啊。查某人咧搞话是要创啥？三英啊，娘家我来了，来，啊你先去楼顶休。查甫人的代志，咱莫管伤济啊！啊，来，起来。来来来来，哪里是钱在做？做代志啊，有决心，知影无？知啦。讲着啊，常常人家安尼醉哦，讲啥物空虚啦，想要知影家己咧做啥，搁会当做啥？啊！你人家安尼醉是要安怎想？我以后袂阁啉酒醉了，我一定会改，一定会改。内底敢有人伫诶？大家讲出去无闲啊，阿嬷哦，带爸去散步啊啦。哦，啊，你找妈也是讲这款诶吼，实在足歹势啦。最近年底啊，足无闲诶，顶家互你走遐尼侪转，实在足歹势啦。无要紧啦，加走几转吼，当做运动啊。
对身体好。平常会怎安尼想就好啊。啊，你是安怎哟？哦，无啦。啊，我先去买菜好啊。啊，等你妈回来，我才把工资款送去给你啦。哦，素英啊，我想讲哦，你若是无赶时间，陪我去红花坐坐行行，好不？红花哦。啊，若无去环保站嘛好啊。好啦，行啦，行啦。这有阵时啊，垃圾会搁爱洗好清气。伤济啊！嘿！哎！嘿！感觉安怎？无简单哦，真正是无简单啊！这比煮菜搁较忝呢，啊，不过就快乐的，安尼就对啊。有阵时啊吼，就是爱把迄环境吼，你破坏出来。咱人吼，有阵时啊，就是爱发泄一下。我嘛同款啊，你落看，我嘛大家特别出来。我嘛刚刚吼，我今仔日我大家特别出来啦。安怎？你要睏一下无？好啊。师傅，你要睏一下无？做做者就是安尼，交工资款，啊做环保安尼。唔难呢，做生哦，会用做的代志足多啊。除了做环保以外，还佫有房事、赈灾、相机。相机？啊，啥物是相机啊？相机哦，就是煮菜、做便当，下地水互人啉吗？啊，这着阮专门的啊。以后我会当斗三工啦。我吼，就是在等你这句。是啊，啊恁厝侪人拢安尼，逐天笑眯眯哦。啊哭嘛是过一天，笑嘛是过一天。你是选择要哭还是要笑？我若是真正笑袂出来，那安尼就假笑啊。我相信吼，师父讲过一句话，迄假句啊，会变真的啦。假句就变真的，假句变真。慢慢啊吼，你着甲我同款，你的观念、甲你的心情、想法，拢会改变啊，着参像我同款。啊，无得讲，以后大家看到你着讲，雪英师姐，啊，今麦你来笑眯眯。生活当中哦，有足侪所在需要咱去感恩的。啊是安怎？你无去看遮的，煞颠倒哦，要去想遐无欢喜的代志。啊，你家己若是无快乐，别人看你哪会快乐？是讲，是讲安怎？是讲，我从来毋捌想过我家己的无快乐。会影响别人啊！咱人甲人做伙吼，就是互相影响啊！嗯，加油！啊！你爱啉烧酒，来训练我的脾气。
生活中哦，足侪需要感恩的所在，莫去看遐互家己无爽快的代志，爱笑。爱笑，结果就会变真的啊。明红啊！哎呦，明红啊！哦，你蛮想听的，真的。你莫在遐啦，去啦，去啦，去啦！想起，知影未啊？生活中哦，真正少一所在需要感恩的啦。无用心看，真正能看无咧。起床啦！今日有倒啊，紧穿穿出门啊，我去买菜，啊。哦。奇怪，昨暝酒醉，竟然无想起。你想啥？无啊。无？妈。你有感觉帅英最近敢若怪怪？怪怪？无啊。真正无啊。帅英虽然讲唔是许怨叹的人，不过嘛唔是迄种会哪叫哪笑的。佫会去买菜买较久，佮食卡电话，这点问题。哦。你是安怎啦？要紧咩？唔要紧啦。细弟个啦。哦。哥，我问你，你感觉帅英敢有可能伫外口熟识别人？帅英，伫外口熟识别人？我可是心爱的。啊，帅英唔是这种人啦。你听听哥，我嘛安尼感觉。是讲嘛真歹讲啦，啊！你是安那啦？你人阿某是出现中年危机哦。啊！你若真正烦恼，我教你啦。
你也袂像电视人咧讲的安尼，三招找外公。什么三招找外公啦、啊？你不是要知影讲伊外口有熟识其他的查甫人？你回去就注意看卖啊吼，看有啥物你以前毋捌看过的物件，还是吼有咧嗯嗯叶叶偷藏啥物物件无？会晓袂？哦，迄物件安尼就知影讲，你会晓？那乌白想紧打拉的啦！冰块物件弄啥？我问你哦，你最近伫外口是毋是有熟识别个查甫人？我，无见来做你讲啊。是啦，我最近哦熟识足济人个，而且哦，这个人你绝对袂比。是啥？你听人详细哦，虽然哦，伊是一个女将，可是一个出家人。出家人？嗯。是伊予我想要改变我家己，想要改变看代志的角度，真正足感恩的。你是讲，咱逐个月交工的款，交过了十年，实际上人哦？啊！你即阵仔定出去，啊，佫会敲一下敲电话，就想佮伊斗阵哦。是啊。你食饱伤闲了。每一个人的人生哦，拢把握伫咧咱家己的手头内底。你是要讲啥啦？你是不知影哦，我来找你。啊！你听这录音带，你就知啦。讲是大人啊，那安尼伊就莫安尼做啊，爱人尊重，家己就爱先做好。妈，我是讲真的啊，你嘛毋是希望伊甲酒结婚？哇，常常听恁爸安尼扫几年哦，我真是足烦恼伊的健康。我嘛是啊，啊若无我才无管伊是爱食薰还是爱啉酒。关心你，一定就欢喜的。才是毋好，率先甲囡仔遐尔烦恼。我敢真正，肯定无值得人尊敬。你早一个人在外口干学师啊，拍基础的时阵，你是为了要接近老师傅，
在咧讲跋烂，跟人咧食薰啉酒。啊，不过咱即摆事业做起来，啊，你嘛已经毋是十八岁，啊，你酒阁继续安尼啉，啊，薰阁食遐大，我当你是咧食安怎？高丽哦，来，好。来。哎，你好啊，我来讲哦，阮朋友最近哦新开一间啤酒屋啦，等你收工以后，咱做伙来甲饮一杯啊，甲芳香一下。安尼哦。好是好啦，啊不过吼，就安尼讲定啦。好，等下啊，等。啊无，无去一点钟啊，去一点钟就走。啊，你嘛已经不是十八岁啊！啊，你酒阁继续安尼饮，啊，薰阁食遐大，我当你是咧食安怎？22年前，我是迄天因为一件幸运，才来失去自由。我真感恩着师父，伊做着这个姻缘，伫22年以后的今天，让我会当徛伫遮向各位来忏悔，我是非常的感恩。我讲我透早到今嘛都无食薰啊！我咧无闲啦，去食饭啊哈！
你对我讲啥？我讲吼，我从透早到今嘛，拢无食薰啊。规工拢无食。来，臭味道爷。安怎啦？敢有需要激动？你是当然的哦、喔。你把我的话听入去，我实在是足感动的。嗯，不是啦，我不是听你讲的，我是听洪武真师兄讲的，我算是听上人讲的啦。有影啊，你搁笑？我是听洪武真师兄讲哦，用官的时阵，啊有一个被判死刑的人，甲伊讲，人上悲惨的时阵哦，就是家己的性命，还要别人决定。这就感觉亲像我有烟，啊，搁有酒，这两项控制同款。迄个时阵，我就想到讲，你之前甲我讲的，我这做爸爸的，到底是爱给囡仔什么模范？虽然讲到即马除了煮食，我到底搁能做啥，我嘛唔知。不过我知影，要改变，我要改变。咱做会改变。不要紧，咱做会找。句话是安怎讲嘛？嗯，第一句啊，不怕你做少。啊，只怕你不做。哦。不怕你做少，只怕你不做。嗯，有影，是应该我来改变的时阵，只是。我是当做啥？你好，你来遮坐。来，遮坐。你要报名主席？嘿，我要报名主席。安尼真好啊！啊，是讲哦，我唔知我会当做啥呢？我册读也无悬啊，啊，敢那样做粗重的，嘛唔知讲会当斗三共啥。啊，主持人甲当哦，我伫咧厝的，想要安怎就安怎，啊嘛足袂晓想的。我常常咧，互爸阿妈哥。替我操烦，就算讲我结婚啊，嘛是同款安尼，让帅英啊，甲我后生安尼烦恼。我想讲，像我这款的，是免甲人斗相共啊。来，林宏，甲面试一下。哦。嗯，啊，试面你会晓啊？你哪会讲你啥物拢袂晓做？这试面啥拢嘛会晓。啊，不过你嘛会晓照顾爸母，会晓煮好食的物件给人吃。煮物件哦，我真正是愈煮哦，愈唔知我要做啥。你讲看卖咧啊！我知影办桌吼，爱互人客食了欢喜足重要的，啊，不过真正食意义的。我安尼煮食，安尼煮一世人，到底意义是啥物？其实我想要知影讲，我除了办桌以外，我阁会当做啥？我到底想要做啥？嗯，这意义是毋是你家己爱去找出来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提报名表给你。你哦，唔免惊，你唔知影要做啥，做你就知。
虽然今麦做志工，还佫有做班导，两边无闲，不过我的心内感觉足实在。英雄啊，小英，中介哦，恁两个人哦，你得着伊想真好哦。姜文哦，我身体无闲。林师姐，明华村兄，你好。哎，师姐。哎，明仔分会需要人，啊，恁会当甲师姐啊做伙来无？明仔哦。嘿。好啊好啊，无问题。啊，感恩的感恩。只是有当时，我甲帅英两个会较烦恼妈伊的想法。明华啊。嗯，冰红，我头前淹大水啦，拢无一条街安尼，连迄捷运站啊，嘛淹水的。迄无饭通食哦，拢叫着来咱厝的食啦。咱即久哦有通食，不然一口饭食嘛是好啊。哥，出彩哦！来啊来啊来啊！冰冻冰红啊！哎哎，二二叉姐谁来啊？啊来啊！